系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把太阴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人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流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都准叫我傻子。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流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去拼凑我们的故事，我懒得解释爱怎么解释，当谁想看我碎裂的样子，我已经有顽强重生一次。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人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流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